人都说听雨声睡眠，给大家听一听这个雨声，哗哗。大家早上好，早上起来刚要洗漱，发现没有水了，何止啊，是没有电了，这一点电都没有，发动机也打不开了，看着冰箱都不显示了，要新哥开一下车发动一下吧。加水口啊，这是放了一夜没给它拧上，这记忆力，车还没电了，我去启发电机，元神启动，怎么样，充上了吧？嗯，但那屏幕还不亮，但冰箱亮了。一点电也没有了，咱们收拾收拾去充电。哦，可以走了吗？跟你说，明天由我来导航吧，你不能凶我，因为你娶我，所以你不能凶我。刚要走啊，我才发现我这个柜儿啊关关了，水口关关，柜儿关关。之前啊这个没关，就把那个冲水的都给弄丢了。是你可爱的小狗，知道是绿灯。到停车场了，咱们充个电，真好啊，有电是最好的，嘿嘿。要。我去，这是什么造型啊？刚才还以为车是右边刮上了，咔嗒咔嗒咔嗒，原来是脚蹬子没电了，它没自动收回去，咋办呢？洗漱完毕，我们就开始吃早餐，看看今天冰冰给我准备的盛大的早餐，卷饼，里边是西红柿，哦，还有香肠呢，酸黄瓜，两个大鸡蛋，我现在增肌呢，看我这个臂膀啊，我怎么出肉了呢？感觉我原来那个，我还说我原来是个细狗，吃饭。原本我们计划今天是要出发的。去江西九江，但是因为没有电了，所以我们就在休息休息。你怎么沉默无言呢？平时话可多呢。你想念我做的菜了吗？想吃吗？人好像我会选择性把不好的记忆抹掉，你不也是吗？是，抹不掉不好的记忆。我想吃大鱼大肉，想吃烤羊肉串，烤腰子。其实在我们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火，脾气不好，但我会反思，就是会焦躁不安，会有那种焦虑的感觉，因为感觉到哎呀这么不顺利，这么烦躁，所以我会有脾气不好，但是我会反思，现在以前我会这样，但现在我会反思，就我不应该这样，然后这个事儿吧出了得我们怎么想着去解决它，而不是在这事儿上气急败坏，解决了就好了。它这个电动踏步呢跟车启动火是联动的，所以我们一直非常放心，只要启动了踏步自动收回。这次是锂电池是零，没有电了。为什么这么放心呢？因为不管任何时候新哥只要开火，那踏步哪怕有鞋都给我夹里。已经无数次把冰冰的鞋给夹进去了，夹脏了然后没洗然后他就发火了。当然了，这是你人为的，因为第一次我原谅你，但是第二次第三次你每次都把我鞋夹脏家里，然后那夹的里边还有机油，可不好洗。哎，看冰冰给我准备的餐都是要么是吃黄瓜要么就是煮鸡蛋。你们可以做饭是吧？你们从哪里过来的？辽宁。哦，我看的是辽宁的牌子，这前面两个座位。哦，可以啊，出去旅游是吧，我不需要住宿了。然后上面是床是吧？哦，我这是床是吧。哦，跑到这个小地方来。没有，我们是 啊你说有朋友是吗？这儿没有朋友啊，我们就是来玩的。也没有太好，它毕竟是一个县城，反正也有几个景点，但是建设的还挺好。你们两个不是新婚吧？没有。我们在海源这个闲情在年轻人这个时间闲情逸致。我们就是把工作都辞了，辞退了。先看看散散心再说呗。对，是吧？这个有这，肯定你这个车子好像不止满一年了，嗯，是吧？两年多了啊，两年多了，该坏的都坏了。我就一看看得出来了，不是太脏了。
好，你们里面忙。好的，嗯，拜拜。拜拜。大哥录我们车呢，可逗了，录了一圈儿。嗯，因为他女儿比较喜欢房车，然后他发给女儿，他女儿一看，哎，冰心自由行的车，我关注他们了，等我。连两封了。